推开库车大寺厚重的门，一段色彩浓烈斑斓的历史就朝我们走来。落日长河，马蹄铮铮，一窟一窗，一柱一墙。走进它，一个面纱掩映的秋瓷美女迎面而来，向您诉说女儿国的前尘往事。通过历史解读文化，通过秋瓷这双眼睛，我们得以知晓，从南山结竹为壁立，此月本自秋瓷出，到履金结骨秋瓷乐，漏玉琵琶罗嗦草，几千余年中，秋瓷置身于中华文化和西域文化的交叉口，早已将中原的轻柔雅致和西域的铁血旖旎汇聚一身，凝结出多元文化融合的库车大寺。夕阳余晖下，中国传统窗棂光影交错，菱形大柱，彩雕绘画，美轮美奂。当您从独库公路的起点遍阅春夏秋冬一年四季，来到此处，这段旅程将被库车大寺的青砖记得。